比赛完以后报完你的分数，请你马上退出场地。运动员们请注意，等你比赛完了以后报完你的分数以后，抓紧时间退出场地，不要在场地上滞留太久，以免影响我们后续的运动员的进场和比赛。请大家配合，退出去的运动员可以到看台上，或者到公布成绩公布栏处检查你的成绩。我们成绩公布栏在我们的正面的比赛场馆，在正面的比赛场馆大门。好，三号场地是武当太极，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武当太极的表现形式，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太极不太一样，这就是武当太极的它的风格特点。所以武当太极是一大宗门派，发展至今，它的历史非常的厚重，可以讲武术大多的理论体系来自于武当武术的体系。一号场地是陈氏太极。